是风雨后的月光。
谢谢。这是写给去年台风的歌。我的家在台东的资本，那非常非常强的那个台风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过这么大的台风啊。那我也问过老人家，部落的老人家也是说，这个好像是40年来就这么一次，对，上一次这么强的时候是40年前这样。那不过现在重建的都非常的好，对。那我写这首歌是希望大家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应该要帮助的人。这首歌叫《风雨后的月光》，谢谢。